representing Evolution Combat. He's a BJJ and boxing. He weighs 75 kilos, stands 183 centimeters tall, from the USA, Eliot Corley! Thank you.
今天最后一场七十五公斤级的比赛，男方选手学习巴西柔术、自由搏击，来自美国的 Eliot Corley。介绍红方选手，学习巴西柔术、泰拳，来自台湾的。今天晚上最关键的一场赛事，今天晚上最后一场 Andrei Liu 对上 Eliot Corley， 美国台湾之间的对决。我们看到 Eliot 一开始被直接被摔倒，稍微偏了一下，倒在铁笼的边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Andrei 没有办法，他还是扣住，他还是只能扣住 Eliot， 他是 shoot， 他是只能扣住 Eliot 的右脚的部分，但现在有办法翻摔过去吗？现在有办法做出 take down 动作。哦，有机会，有机会。Continue。我再来接下来。有机会 take down。Andrei Liu take down Eliot Corley， 切换到地板战术。我们看到 Andrei， 虽然说是先做出 take down 的动作，但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牵制住 Eliot Corley。Eliot Corley 现在还是不断在反击啊，双方卡在铁笼边缘的部分 ，Andrei 还是相当的危险。我们现在看到 Eliot，Andrei 危险哦。挣脱出来，但是 Andrei 在现在这边似乎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因为 Eliot 选手的下位的巴西柔术是非常的厉害，对，在下位的地方，但是完全是必须要采取一个防御的状态，真的是防御的非常好，在刚刚其实还是完全在反击的一个状况。Andrei 虽然说先做出 take down 的动作，但是真的不代表他就占到上风啊。哦，不过现在僵持在擂台边的部分。僵持在擂台的部分，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了 Andrei 还是一样陷入了一个僵局当中，直接被 Eliot 扣死啊！但在现在手臂没有办法拿出来的一个状况底下，哦，被翻转过来，手扒过来啊！但是在现在 Andrei 有办法挣脱吗？背负了今天所有台湾观众的期望 ，Andrei Liu 对上 Eliot Corley， 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不是很乐观，因为完全被 Eliot Corley 从后方牵制住，防御住了 Eliot Corley 的正面的攻击。我们现在看到 Andrei Liu， 还是一样非常危险。横向固定出来，有机会挣脱吗？横向的压制下来之后，我们看到 Andrei 反而扣住了 Eliot Corley 的手臂的。不过 Andrei 始终没有办法从现在的一个 side control 的一个状态挣脱掉，从侧面被扣住颈部，侧头部连续的旋击过来，就在播报台的前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现在整个进攻状况。重新站起来之后，逼退到另外一侧铁笼门边。时间，第一回合最后的一分钟，
Andrew 反击的机会不多，现在被牵制了一个状况底下，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的守住。推开而打，双方袭击互相攻击，试着想要拐倒对方，但是在最后的一分钟，在最后的一分钟，直接再被拉倒。我哦，抓到机会，有机会。Eliot Corley 被翻转过来 ，Andrei back position， 从后方做进攻。Eliot Corley 没有看到 ，choking， 一个完全的 choking sleeper， 但是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投降了 ，Andrei 打败了 Eliot Corley， 最后决胜漂亮的一发。决胜漂亮的一发 choking sleeper hold， 最后令人感动的反击啊！最后切换到后来的。从后方杀进来的这一发 choking sleeper hold， 没有怨言啊，刚好就在时间刚刚就完全切入，还能说什么？真的不负亚洲赛之名啊！